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85面，第七行，从世尊垂慈，佛劝喻，博学多闻，有智之人，当信如来所教，借其实相离体，经中如理而说，唯是真实。故云：应心我教，如是言也。这是佛会时文最后的一段。全面啊，世尊，无尽的慈悲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啊，能体会得到。啊，佛劝喻，不学多闻。有智之人，这一句话就是现代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啊，尤其是所谓的高等知识分子啊，应当相信如来所教。啊，为什么？知识分子是个聪明人，不是愚痴的人。啊，有智慧，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。世间人。太多数啊，不能够接受，说有究竟圆满智慧的人就不能接受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迷信啊！如同宗教里面对神的赞美，全知全能啊，尤其是研究科学。啊，这个话他不能接受的。啊，世界上决定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的。啊，知识都是在摸索，在探索。啊，你看看这几百年来科学家，他们所发现的定律，各个几十年了。后面这个科学家把它推翻了，有新的定律出来了，啊，再过几十年又有后人又把它推翻了，所以现在科学家自己也承认，啊，他说东西不能说是绝对真理，啊，科学日新月异，二三十年后有新的发现。就地去推翻了，世界上怎么可能有圆满智慧的人啊？这个事情真正能够虚心
向古人学习，不能瞧不起古人。啊，古人所知道的东西都落伍了。啊，在现在科学技术的时代，那都通通都成了糟粕了。这个想法就把所有古人东西全部否定掉了。啊，我们很幸运，非常幸运，啊，能够接触到圣贤教诲，接触到佛法的经典，知道真有全知全能的人是谁呢？就是你自己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佛在经上讲得很好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你自己不知道啊？全知全能的人是谁呢？这就是你自己。啊，这个话你听了一定摇头，我不行，我做不到。啊，你是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呢？因为你不相信你自己。啊，全知全能有没有呢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跟我们表演。菩提树下大彻大悟，他悟的是什么？悟的是自性里的本来具有的智慧德相。他开悟之后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显现呢？释迦牟尼佛说，因为你有障碍。啊，什么障碍呢？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你有这三大类的烦恼，把你的智慧德相障碍住了，并没有失掉。啊，只是有障碍，你透不出来。只要你能把障碍放下，你自信里面的智慧都能全透出来了，那是全知全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这话是真的吗？啊，很难得，在中国唐朝，在广东这里出生了一个禅宗六祖慧能大师。这个人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。啊，是个孝子，人特别忠厚。啊，乡下人，每一天砍柴，到城里面去卖。啊，卖了柴，买一点米，买一点菜回家养老母亲。啊，跟老母亲相依为命啊，这父亲过世了，就是母子两个。啊，24岁，很年轻啊。无作人和尚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他，成为第六代祖。啊，凭什么呢？他放下。啊，实际上
在他一生真正听经只听过一堂课，一堂课最多两个小时啊，他听了真放下了，把妄想分别执着同时放下了，这就是大彻大悟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啊，是同样一个境界啊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他全知道啊，实际上他不知道，你去拿着经本去问他，他都知道，你不问他，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佛法了，世间法的东西你去问他，他全通，没有一样不通啊！这个就是全知全能，真的真人真事啊！啊，智慧不是学来的，能力不是学来的，福报不是学来的，是你自己本性里头圆满具足，你一样都不缺。啊，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个表演。那么在中国这2000年啊，将近2000年了，佛法是公元67年传到中国，叫正式传过来啊，到2067年就是满2000年啊，接近2000年。在中国学佛的这些大德，出家在家，达到释迦牟尼佛的境界，慧能大师境界的人都不是他一个。慧能大师的突出就是他有本事同时放下，这个很难。那一般真正修行的人呢，有人3年5年放下的，有10年8年放下的，有20年30年放下的啊，只要放下境界完全相同啊。慧能大师是他一次同时放下，这个很少有啊，跟释迦牟尼佛表演是完全相同啊，叫顿舍。顿悟、顿修、顿证。啊，一念之间他全去做了。啊，这也给我们说明了，转凡成圣并不是难事，只要你能放得下。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我们今天放下不容易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的心被严重染污了。慧能为什么那么容易放下？他太单纯了，他没有染污，所以容易。啊，我们每一天都在受染污啊。他那个工作太简单，每一天上山砍柴，砍了柴跳到城里去卖。啊，24岁还是个非常单纯的人，
啊，忠厚老成人，我们一般讲的是没有心机。佛法说没有妄念啊，啊，心里面只有老母亲。我们相信，除了他老母亲之外，他心里什么都没有。容易开悟。啊，这一悟随一闻千悟，啊，样样都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事出世间一切法是心想生啊。你把那个能生能想的这个心找到了，不就全解决了吗？啊，一切法不离自性，所以明心见性，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全都显现了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才知道这个世间真正有圆满智慧的人。啊，只要你的心清净平等觉悟，释迦牟尼佛清净平等觉悟，那他所教的就是实相离体，啊，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他全明白了。啊，49年所说的一些经，这些经都是如理而说，全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说唯识真实啊，故云应信我教如实言呢，佛这一句话了，我们听了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啊，应该要相信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。啊，他所说的，他所教的，是如实，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应。啊，精卫念佛乃行超普贤之法，这到这一部经讲到幕后了，讲到结尾了。把这一句话说出来了，念佛确确实实是行超普贤的大法了。啊，故称妙法。如是难知难闻难信之妙法，三个难呐、啊！遇到佛法难呐、啊，听到佛法难呐、啊，听到之后你能够相信就更难了。信了以后你真行，真去干。你这一生
就成佛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四个难，五个难，你全部通过了。啊，我今信得听闻，这个我是我们，我们今天有幸啊，遇到了，听到了，故应现说啊，我们应该啊要相信啊，真心要接受，要依教奉行啊，依教奉行就是念佛，时时念佛，把念佛这两个字真搞清楚了，真搞明白了，不简单敬业三福，幕后一条，身心因果。就是说这个事情啊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不是普通佛了，是究竟妙觉，所以超过普贤，普贤是等觉菩萨。啊，我们用这句话的时候来解释敬业三福身心因果。修学大乘的人就明白了，这不是普通因果，普通因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我们一般凡夫都知道啊，菩萨不知道吗？三福幕后一条是菩萨的啊，劝菩萨身心因果，显示出念佛这一法难呐，菩萨都难行呐，何况凡夫。啊，难信能信，这是真正有善根、真正有福报的人啊，他能够依教奉行，时时念佛，身自清晰。真的，你要是明白了，天天念佛了，自己感到非常庆幸，非常欢喜。为什么呢？多少菩萨都还犹豫不决，听到佛这样的开示，主意还拿不定，叫半信半疑。啊，身自庆幸。这四个字其味无穷啊！《论语》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都达不到身自清晰这个境界啊，真正明白了，真诚的心去念佛，感恩的心去念佛啊，真要感恩
再者，念佛之人，蒙佛慈光摄受，垢灭善生，心已柔软了。啊，真正念佛的人，他肯定是发喜充满，肯定是一团欢喜。你接触他，你会感到他柔和，他随顺，啊，他放智慧光明，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啊，垢灭，垢是烦恼。烦恼没有了，忧虑没有了，牵挂没有了，是非人我没有了，他跟自信呢，越来越近越近。啊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这个善呢是明心见性。啊，它跟明心见性呢是一步一步接近。心意柔软，深得清安，心生欢喜。啊，念佛人肯定是这样的。啊，这是真实的受用啊。正如这部经上所讲的三个真实：真实智慧、真实智力。如《观经》中，唯提西夫人因阿弥陀佛故，清净光明忽现眼前，应时即得无生法忍。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，韦提西夫人有来历。在家的女众啊，世尊把十方诸佛刹土展现出来给他看，让他自己去选择。啊，他是遭了困难了，儿子不孝啊，儿子杀父亲，夺父亲的王位，还要害母亲他走投无路啊，求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牟尼佛示现在的面前，他把他的痛苦向释迦牟尼佛叙述，佛都知道。啊，他向佛要求，知道世界很大，有没有世界？没有这些诸物，
发生。他想往生，佛没有给他介绍，只是把十方诸佛刹土展现给他看，让他自己选择。他也非常难得，他选择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清净光明，护心眼前，他看到了。啊，看到了就得无生法忍。善导大师为韦提希夫人所得之无生法忍，为习人、悟人与行人。善导大师不是凡人的，哎，许多人都知道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的话。什么是无生法忍？理叫真理，本来不生不灭。今但言不生，故名无生。无生就是不生的意思。为菩萨于无生之法，人可人入，不动不退，就叫做无生法忍。啊，菩萨契入这个境界，人当承认讲，当同意讲，啊，完全肯定而没有怀疑，确实是不生不灭。啊，所以菩萨不动心，我们常说的不起心不动念，如如不动。不动当然他就不退，这是什么境界呢？大乘教里面讲七地以上啊，七地以上是八地，这是高级的禅定，不是普通禅定的。这个佛学大辞典有简单的解释，无生法忍，说语六蕴无生，无生法原理生灭之真如实相离体。啊，这说的是什么呢？
要远离生灭，生灭是假的，叫有生有灭。远离生灭法之后，就有不生不灭的东西出现了，就是今天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。生灭法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不生不灭出现的。不生不灭是永恒的啊，这个是很难懂。宇宙万有的本体，宇宙万有是生灭法。啊，现在科学家也说出一句话：有从哪里来的？有从无来的。无中生有，无就是无生法了，没有生灭，生灭是从无生灭来的。所以不生不灭了，是一切生灭法的本体。不生不灭法你看不到，你也想不到啊，我们能看到是物质现象，我们能够思想的大概是心理现象跟自然现象，而不生不灭的这三种现象都不是，但是它能生这三种现象啊，能生能现。而我们的意念就是心想啊，思想能让这些现象产生变化。啊，变化无有穷尽。这个道理也很难懂，为什么变化无有穷尽啊？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从万花筒来体现出来啊。万花筒的结构非常简单啊，三片玻璃里面放几张纸片，不同颜色的啊，不同大小的，随便放几张，这是有限量，你可以数得出来。可是放在万花筒里面，你只要转动它就产生变化，你把它转一天，从早到晚啊，每转一次你都把照片照下来，你转一天找不到两个相同的图案，转一年也找不到两张相同的图案。宇宙之间的奥秘跟这个道理完全相同啊，你不动，不动它就不转，就定在这一个图案。定在这一个图案是什么呢？大乘教里面所说的十宝庄严图，它就定在这，它不变啊。十法界，十法界在动
所以设法界千变万化，啊，这种变化只有佛知道。真的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。啊，等觉菩萨经常常讲的八地以上菩萨都知道，知道模糊不清楚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，究竟清楚，这是心得了啊！所以它叫真如，它叫实相，宇宙万有的离体啊，真知安住于此地而不动，这叫无生法忍。于初地就能证得啊，圆教的，或者说七地、八地、九地所悟得的啊，因为十地啊是极灭人的，这是最高的了，清净极灭啊，十地是极灭人的下品，等觉是中品，妙觉是上品。啊，那么七地是无生法忍的下品，八地是中品，九地上品。这大乘经上有这个说法。下面引《宝积经》26，是无生法忍者，一切诸法无生无灭人故啊，《宝积经》上说的。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，这事实真相啊，看到了。啊，我们如果要什么有读过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我们确实无法体会。这个境界太深奥了。注：维摩经一曰，这个一是第一卷啊，维摩经第一，照曰三照大师啊，他说的。无生人同上不起法忍，法忍呢就是慧心，啊，就是真实智慧，见法无生。他真见到了一切法无生啊，就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32亿8000年的，有没有生？有生。有生为什么说无生呢？有生等于无生，这生即无生，无生即生。
啊，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心知即灭。心知即灭是什么呢？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，归零了。啊，看守不退，故名无生法忍也。啊，他能够接受，他不怀疑，他不退转。智度论七十三卷，智度论一百卷。啊，七十三卷呢，有这么一段话。无生忍者，乃至微细法不可得，何况大是名无生。得此无生法，不作不起诸业恨。这个行在这里当作动词用，是名得无生法忍。得无生法忍菩萨，是名阿毗跋致，啊，就是华严，我们这个经上讲的阿毗跋致，阿惟越致，啊，弥陀经上讲阿毗跋致，这是梵语，啊。乃至微细法不可得，极其微细，诸位想想，一秒钟，1600兆生灭，这生灭你能得到吗？1600兆分之一秒。弥勒菩萨所看到的，啊，这个现象存在的时间，佛在楞严上讲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一出生立刻就没有了，所以佛才讲啊，一切法无所有。毕竟空不可得，啊，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世界，就是这种不可得的这个幻象，累积给我们一个错误的感觉，误以为是真的。啊，其实的通通没有啊，不但十法界没有啊，连一真法界也不是真的。我们现在搞得清楚啊，一真法界是无始无明习气，它停在了你啊，不生不灭，但是习气断了之后，它突然就不见了，啊，就归零了。归零就是回归自性，啊，回归到本体，回归到无生。啊，我们现在是生灭，一个念头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我们没有感觉。啊，像弥勒菩萨的这种感觉，一秒钟，我们念头生灭多少次？1600兆。啊，我们看电影，电影的幻灯片，一秒钟生灭24次，我们就已经捉不到了，捕捉不到了。
啊，何况一秒钟生灭1600兆次，怎么能不住？啊，动一个念头，弥勒菩萨说了，就算一弹指的时间，就有32亿8000年。32亿8000年是320兆。所以佛才说不可得了啊，你得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啊，千万不要以为是真的。那么这是无生法人，正得无生法人就是阿惟越之菩萨，那我们就知道了，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，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阿弥陀佛以本愿为神，实际上就是48愿。无界修行的功德加持你，没有功德拿什么加持啊？人家真修行呢，无界的世界呢，修48愿呢，这个加持你，你马上就你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力就跟阿惟越之菩萨相等。啊，跟7地以上相等啊！这是设法一切诸佛世界里头没有的呀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啊！啊，我不相信，也许是骗人的。从前我年轻的时候，李老师劝我。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态啊。李老师说，你看古时候那么多人那都上当了，我们被骗一次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老师对我说出这样话来，现在感恩呐。那个时候不能完全接受啊。啊，现在知道老师用心太苦了，要我们相信这个法门。我们太年轻了啊，智慧定功都达不到，所以听了不能接受啊。那现在我们受了60年的熏陶，对这桩事情一点怀疑都没有啊，只要往生净土，一切都圆满成就。那么善导大师说，维提西夫人所得到的是习人、悟人、信人啊，这个也是净土门所说的三人，现出现啊，这是感应呢，出现了，见到阿弥陀佛，心生欢喜的时候，得无生法忍，是喜忍呐。欢喜得来的观无量寿佛经说的见彼国土极妙的落寺，心欢喜故，应时即得
无生法忍。是这个意思。观经续分里面说，阿弥陀佛国清净光明，忽现眼前，猴身荣耀。无量的欢喜，因此喜故，即得无生法忍，一名喜忍，一名悟忍，一名行忍。无生法忍里头包括这三个东西：欢喜、觉悟、相信。那么这个第一个是欢喜，真正看到了，接着呢，开悟了，唯一提起妇人，以现见阿弥陀佛，豁然大悟，得无生法忍，这叫悟忍，也叫习忍，也叫行忍。实性谓之忍也。那么从这个地方看，实性菩萨开悟了，实性心满也叫做成佛，是不是真成佛？是的。这个就是宗门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实际上是圆教初住菩萨，他离开十法界了。我们要知道，十法界是生灭法。为什么呢？你用生灭心，就是用阿赖耶。实性心满，第十性位的菩萨就是十法界里的佛。他修得圆满的时候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就脱离十法界了。到哪里去了？到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里面41个阶级，它是最低的一个初住。41个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。住十八土。这些菩萨通通转八十乘四指，八十是生灭心，是从生灭心转过来，用不生不灭的心，不生不灭是真心，生灭心是妄心。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心，念念生灭，前念灭后念生，一个接一个。睡觉没停。人死了也没停，没停。所以实在讲，人并没死，人死身体死了。
啊，确实没有死。如果死了，还会去投胎吗？还会有轮回吗？人要真死了，就没有轮回了。人没死啊。啊，罗马军团侵犯中国的故事，我们同学很多人都知道了，2100年的事情啊。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啊，啊，比佛教到中国来还早100多年呢。你看，那个十几万的将士啊，我们称他为将士吧，阴魂到现在都不散，而且很活跃啊，附体把故事讲出来，没死啊，这哪里是死呢？啊，中日战争近啊，60年前的事情啊。啊，直接讲60、70年了。啊，这个抗战史，民国26年开始的，到34年8年。啊，那个在战场上打死的。啊，将军士兵没死啊，现在还活跃啊，我们看到附体啊，来给我们透的消息，求超度啊，知道打仗是错误的，希望有和平，不希望有再有战争了啊。这个就是要懂得什么是生灭，什么是不生不灭，真心不生不灭，妄心生灭，生灭的频度非这个频率非常之高啊，1秒钟它的频率是1600兆啊，这是根据弥勒菩萨所说的。啊，所以摄心菩萨之人。前面我们曾经看到初地得到。这个初地是别教。别教初地。等于原教初住，摄心心满就是初住啊，转世成智啊，啊，观经定善意，这善导大师讲的，阿弥陀佛苦，清净光明，忽现眼前，何身拥有，因自喜故啊，即得无生之人，也名喜人，也名悟人，也名性人，是多是实现众人，非皆行以上人也。啊，这是说。唯其西夫人得的这个无生法人啊，不是七地菩萨得的啊，而是初住菩萨，就是实心心满初住菩萨，这我们能信得过啊。第三个就是信任，
啊，信人这一段呢，从三藏法疏里记录下来。信者随顺不已，为初地、二地、三地菩萨得无漏信，故名信人。啊，初地即十地当中的欢喜地，力垢地、三地是发光地。啊，那么这个也是讲的，别教。啊，别教呢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等于原教，初住、二住、三住。这已经是不可思议了，信心坚定的，永不退转。啊，那么维提西夫人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时候他的境界跟我们禅宗慧能六祖大师境界就相同。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的。为什么？一心向往极乐世界了，全放下了。所以善导大师说，妇人所得的无生法忍是喜人、悟人与信人。下面有个简单解释。信喜人者，大师为念阿弥陀佛而生欢喜心也。这是喜人。一心专念，心生欢喜，越念越欢喜。是故净土念佛生喜，无量寿经上有这句话，喜者欢喜，生欢喜就是喜人。那因念佛而自心自生欢喜，这是法喜。这是孔子所说的不亦乐乎，因为这个欢喜心不是从外来的，是从自性里头生出来的。啊，幕后佛劝喻行人，不但自身受持此法而度生死，且应自他距离广弘此经呢，劝导持名，辗转度脱，出离生死，如是之人，世尊赞之为真善友，即真善知识。啊，这是进一步劝导我们。我们不能说自己的欢喜就为止了。啊，得到这个境界就很满足了，不可以。希望你进一步，你能帮助别人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把自己所得到的给人分享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讲的时候，别人能接受，能听得进去。我已经得到了，我要没有得到，我跟你讲你不相信啊。我得到了啊，你看到我一天到晚欢欢喜喜
我得到了，你就相信。啊，所以你才能教人。啊，这也就是我们听一般人有时候有这么个说法，教育者要先受教育，你才能教人呐。啊，念佛念到欢喜心生出来了，就决定得生呐，一点怀疑都没有啊。啊，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自利利他。啊，这个净业三福末后一句说，前面十句全是自利，自己成就了，最后劝进行者，我们要劝别人。啊，这个地方特别劝导我们广弘此经，劝导念佛，这非常重要啊！啊，为什么？在这个时代，世尊末法时期，只有这部经是真实利益，它真的能够帮助人了生死、出三界。啊，其他的法门非常困难，为什么？要断烦恼。这个法门之难信，就难信在此地，不断烦恼也能往生，这一般人不信。可是经里说的很清楚，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是人天的身份，啊，虽然是人天身份，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把你立刻提升到阿惟越致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这是享阿弥陀佛的福报啊，不是自己的能力。自己业障很重啊，业障是浮在那里没断，永远浮在那里不会发作。为什么？业要起现行，当中要有缘，极乐世界没有缘。所以虽有烦恼的因，没有缘，所以烦恼不会起作用。这是极乐世界的殊胜，又何况到极乐世界天天听经闻法修福修慧，不亦乐乎啊。啊，每一天你看本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，在阿弥陀佛讲堂听课，化身分身遨游宇宙，遨游法界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十方诸佛刹土他都去参与，本身没动，在弥陀的听见。那分身管用啊，分身不是不管用，管用啊，分身十方世界就供养佛修福，听佛讲经说法开智慧这个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啊。
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就晓得，往生就好像你入了保证般。啊，保证你年年升级，保证你毕业。啊，毕业就是成佛。这是为什么要劝学这部经，弘这部经。叫我们辗转流通这部经。啊，因为只有这部经在这个时代能帮助自己，帮助一切众生处理生死。啊，这样真正这样做的人，佛赞叹，赞叹你是真善友。啊，真善友就是真善知识。啊，此乃世尊极赞之词啊。该善知识即同如来。啊，善知识是老师啊。是教化众生的人。善知，他什么都知道啊，而且正确的知道，没有错误，叫善知啊，善识样样都认识啊，所以善知识也是对佛的称呼。佛灭之后真正修行啊，真正能够讲经教学的人，我们尊称他为善知识。此末后四句正是世尊对后世能逢此境，能闻此法之一切众生的期望与寻回。这话说得很贴切，是实话啊。释迦牟尼佛对于后世世世代代有缘读到这部经，有缘听到这部经，有缘依这一部经起心修行的人，确实对他们有很大的期望。第一个期望，希望他们决定得生清净弥陀；第二个期望，希望他们能够把自己所学的介绍给别人。啊，全心全力去介绍啊！啊，这是佛陀对我们的教训，对我们的教诲。故我等实应哀切领受啊！我们要感谢佛的深恩啊，大德了，慈悲到极处。啊，我们能把这个经介绍给别人，功德跟佛没有两样。啊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这是真的，真实功德。啊，所以佛的教训，字字句句
我们要刻骨铭心，永远不能忘记，一定要认真去做啊，各遵依教，勤修坚持，切莫辜负此恩呐！应当要这样做。啊，在这个时代，印刷技术先进，大幅度的降低了成本，啊，所以应当啊多流通。念老住得好，下老汇集得好，啊，我们底下把科判全科都汇集在一起，成为最善最完备的一个本子，当年我科判完成的时候印出来了，送了一份给婆老赵婆老，他老人家看到之后非常欢喜，啊，他这经有这么好的汇集本，念老的注解又看到完整的课文，啊，赵婆老的就欢喜赞叹，我们也感他的深恩。现在讲这三样统统汇合在一起，啊，可惜他往生了。如果在世看到之后，他无量欢喜啊！啊，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。啊，我们也以这份功德回向给老人。啊，这报我们知遇之恩，再看下面这段，本经之末，世尊重劝念佛，设法如来之本心，一时何盘托出，何盘的没有保留的了。我连盘子都端出来了，这个意思是通通在死掉，没保留的了。啊，这谁的法呢？十方如来，十方如来的本心是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，这是佛心呐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一念不觉迷了，迷成这个样子，回头就是岸。啊，是回头是岸，
啊，此品中复会议是文微妙法，你看到这几句最重要的句子，复会议是文，没有复，没有会，听不到这个经，哪怕是听一句听一句，都是过去生中所修的福慧啊，过去生中没修，这一生肯定没有这个缘分啊，哪里是偶然的呢？啊，这个法持名念佛微妙法了，知道的人知道念佛是微妙法的人不多，为什么呢？真正知道它是微妙法，会死心塌地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他绝不搞其他的法门。为什么呢？没有时间。哎，也不浪费精力。我就一门深入，啊，下面一句正对现在现前的机了，就是心呐，现在社会动乱，地球灾变频繁。大家都在想怎样来拯救世界，来拯救地球。就是这部经，就是这个法门。我们看到唐太宗附体的一个碟片，有人问他怎样拯救这个世界，我们看他的激动表情，念佛念佛念佛，除了念佛别的方法来不及了。他的音声，他的表情非常感人啊！一切法门里面，他就劝人念阿弥陀佛啊！念阿弥陀佛能救这个世界，念阿弥陀佛能救这个社会，是真的吗？真的，什么道理？这一部经里头，这个注解里头讲得非常透彻了。不能不相信呐。无量寿经，早年我讲过十遍，这是第十一遍。啊，特别为报黄年老，我们晚年知遇之恩啊，他太辛苦了，带着重病之身，6年时间完成这部注解，是他一生的心血。啊，他一生对佛法、对国家民族、对人类、对政法做出最大的贡献，没人知道啊！啊，我有责任、有义务替他宣扬，
啊，不但他的宣扬，我还跟他学习。啊，也是为了救世人呐。去年清明，我们把华严停下来，讲这个注解。啊，为什么？经宗念佛。自利利他都达到究竟圆满，必须讲清楚讲明白。人才能相信。啊，我自己能把生平最喜爱的华严经放下了。其实这部经其实中本华严，是华严的精要啊！啊，我们依旧没有舍弃华严了。华严经幕后十大愿望倒归记录，我们今天回归无量寿，就是倒归记录啊。经里面讲这是智慧海，这一部经就是智慧海。如果我们用真诚心清净心去接受啊，印光大师告诉我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。我们今天要用万分沉浸，那我们得的利益是万分利益。啊，今天讲的三个真实，真实之际，那是法性离体，真实智慧在智慧海，真实的利益是往生亲近阿弥陀佛，做阿弥陀佛第一弟子，这是经里头说的。啊，是佛教的我们应该发现做弥陀第一弟子。我们要认真，要努力。底下一句难中难，得人生难。身在有佛的国度难，佛经上讲的中国意思都要清楚。中国跟边地是相对的。什么叫边地呢？没有佛法的地方叫边地，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。啊，佛经里面讲中国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哪个地方有佛法，你就在中国。就佛说中国难生啊。你生在有佛法的地方，你有机会闻到佛法。有机会学习佛法，难中之难啊！
啊，有佛法，佛有大乘小乘，你能够听到大乘，大乘里面有八个宗派，你能够听到净土。啊，净土现在有五经一论，你能够听到无量寿经，你有缘能够听到下莲居居士的会集本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有能力见到黄念老的集注，啊，他的注解是集大乘。啊，经论八十三种，祖师大德的著书110种，啊，总共是193种，用这个来注经呐，集注啊，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，经论是佛的意思。啊，是祖师大德的意思，我们能不相信吗？对这个注解丝毫怀疑都没有了。我们应当良心，应当信守奉行，难中之难呐！幕后说到最基础了，心超不行。啊，你真能相信，真能发愿，真肯干，自度度他，确实超过普贤了。君执此信愿持名之无上妙法。啊，至于念佛法门之妙，总以无量身。夜夜身有无量口，夜夜口有无量舌，夜夜舌出无量音，穷未来劫言说不尽，夜难道德少分呐。念了这几句话，是佛在经上说的，用它来赞叹念佛法门。非常恰当。没有一句是过分的。啊，说故不多说。为公路临风大师要解中二字，以戒归本品之解。临风是偶业大师。要解是欧耶大师的著作，印光大师对要解的赞叹，他说即使是古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一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这个赞叹赞绝了。真正是究竟圆满的大赞啊。啊，曾经有出家人问我，印光老法师对要解这个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啊，我是恭恭敬敬回答他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印祖的赞叹，赞叹到恰到好处。啊，要解
过去我曾经讲过，我在没有看到夏老的会集本，我对于欧耶萨大师的要解，无量的欢喜。啊，那个时候住在美国，心里就想着一辈子弘扬要解，讲要解。啊，要解是真好啊，简单扼要啊。啊，以后看到夏老的会集本啊，在美国有缘遇到黄念祖老居士，啊，不到三个月之后，我就到北京去看他，啊，我们在碰头了。知道这个注解的辛苦，知道老人的用心，慈悲到了极处啊！他老人家来是救世的，用什么方法？就是用这部集注来读。末法九千年的众生，啊，我们看他老人家录的，啊，《欧耶大师要解》里头两段，第一，要解云：有无量光义，故众生生极乐即生十方。啊，光明遍照十方啊。那见阿弥陀佛呢，就见十方诸佛。能自度就普利一切。无量光的意思。啊，光明遍照。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想一想，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来学习理论，修正我们思想的行为，方法修正我们身口的行为，行为再多，超不出身口意三业。啊，这个里面的理论跟方法是如来的生活行为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作佛，是心作佛了。本来是心是佛，现在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修行呢，就是是心作佛。心作心事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？啊，自行就是化他，化他就是自行，自他不二啊。生佛不二。
啊，这个意思太好了。生极乐就是生十方世界，见阿弥陀佛就见十方诸佛，在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的。刚才我说过，在极乐世界，我们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啊，我们的分身，我们的化身到哪里去了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啊，去供佛，去闻法。这个在其他法门里头没有啊，只有这个法门有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所以这个法太难太难了，我们遇到了一定要珍惜，绝不能错过。有无量受益呢，故极乐人民即一世一生不除，戒定此生成佛，不止一生啊，一生是第二生。所以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法门，我们自己必须要知道，往生极乐世界不是死了去的，活着去的，没有死，那气还没有断，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，跟大家告别，这样走的。那走了之后，身体不要丢掉了，什么都放下了，最后身也放下了，活着去的。所以这个法门是真正的了生死啊！啊，到极乐世界。那个地方是无量寿，这个在经里面呢，我们学了很多了，都了解了。啊，到极乐世界是有量的无量，啊，修道无始无明，习气断干净了。无量的无量，你看有量的无量跟无量的无量通了，他两个接轨了，真的是无量寿啊，它不是假的世间人，世间宗教谁不求永生呢？永远不死啊，就在这部经上啊，就是这个法门呐，啊，不必再找了。当知力觉现前，一念无量光寿之心，何处有阿弥陀佛名号？而力求阿弥陀佛名号，何有彻证现前的一念无量光寿之心？这两句话说的太好了。无量光寿之心跟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一不是二，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寿之心，无量光寿之心就是阿弥陀佛，我们得把它认识清楚啊！啊，认清楚你跟他才有非常亲切之感，
啊，不愿意离开他一步啊！啊，这是早年呢、啊，我在台中求学，李老师教导我们，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叫我们换心。跟欧耶大这个大师的意思完全相同啊！啊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不是妄想，不是假设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啊，如果我们从大乘经要里面想一想佛陀的教诲，啊，佛常常教导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从谁的心想生？自己的心想生啊。这个六道轮回是心想生，这个十法界是心想生。啊，阿弥陀佛也是心想事，极乐世界也是心想事，离开心想，一切法都不可得。啊，既然一切法都是心想事，弥陀、极乐也是心想事，我们现在为什么心不想呢？啊，心想，偶尔想起来，常常会间断，这个不好。啊，常常间断呢，功夫不得力了。如果我们发个狠心，绝不让它中断，这个好啊。印光大师叫人把死字贴在额头上，常常想着死，你怎么样呢？不能不放下了啊！我叫诸位同修把阿弥陀佛贴在额头上，念念都想着阿弥陀佛，你能不往生吗？印祖官房那个小佛堂不大了，只有我们这个摄影棚一半大。我去参观过，只供了一尊阿弥陀佛，一尊像，阿弥陀佛接引像。啊，我看到一对蜡台，一个木鱼，一个琴，一个香炉，一杯水，其他的通通没有，干干净净。啊，佛像后面他老人家写了个大字，死，写个大字。啊，警惕自己，常常想着死，还能不念佛吗？这个方法好啊！啊，叫我们对这个世间不要再有留念，一心一意专修净土，决定得生清净弥陀，一生圆满成就佛道。今天时间到了。
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